啲汽水三支細細地，好少有喎。以前我嚟巴拿馬十幾年前，兩毫半紙，兩毫半紙一瓶，十幾年前我出家。係啊，佢哋都話係咁樣，好奇怪嘅。唔知咩原因，個玻璃保持個味道。哦，但係個杯嗰個樽係還翻嘅，我哋巴拿馬要收翻嘅，兩毫半紙，兩毫半紙，兩毫半紙啊，係啊，係啊，要計算翻，如果唔係第一毫紙咯，嗰個樽冇嗰個樽。冰到佢咧結冰，冰少少嗰時冰沙落，哇，好飲啊！開到未？啊，好 ，testing。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有做新皈依的同门吗？如果有的话，要举手让我知道一下。今天晚上有做新皈依的吗？没有。嗯。有吗？好，谢谢。还有今天晚上同修前呢，做我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啊，向师尊问好。希望大家你们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或者第一次来参加同修的，请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也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哦，好啊。阿弥陀佛，大家好，啊，明天进入彩虹雷藏寺的时间呢，开放时间是一点钟，哦，一点钟，那会下雪，可能会下雪，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要穿多一点，哦，穿多一点衣服，还有呢小心开车，哦，啊，进入彩虹雷藏寺的开放时间是一点钟，谢谢。
过的桥梁。
Hello, Dusty。大家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调为震动或者关机。我还是再请问一下，今天晚上有没有新皈依的同门要做皈依的，有吗？如果有要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还是没有人举手啊？那请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调为震动或者关机。就是还没出来啊。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同修黄财神本尊法，与会大众恭敬合掌，恭迎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升法王座。
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请上座，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今天晚上同修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有要自我介绍的吗？站起来哦。师人、师母、上师、法师，你们好，我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我的名字是林川嘉青。啊，欢迎您。师尊、师母，大家好，我是来自多伦多的莲花弟兄。欢迎您。龙边还有要站起来的吗？没有的话，虎边这一边呢？好，请站起来，麦克风传给他。亲好，我姓莲花伟文，香港来的，第一期过来。哦，欢迎你常来。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修。同修黄财神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以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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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坐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梭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唵瓦扎拉旦诃诃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兰唵嘟噜嘟噜德维梭哈。念招请咒：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深勉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深勉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深勉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黄财神。同修主尊，南无黄财神。同修主尊，南无黄财神。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
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Om 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Om 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黄财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rva Tathagata Yittamu Gurunana Menjana Kan Niniye Dayami。 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yolanj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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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oyolanjali。 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因，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明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数根
跟花王佛，西方造晚神通宴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数精进保守佛，下方上际月英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以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尼帝摩诃伽帝，真林前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前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前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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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尼尼帝摩诃伽帝真林前帝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你摧折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忘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活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此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恭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多得亚他阿弥尼多佛比阿弥尼多色丹佛比阿弥尼多比伽兰德阿弥尼多比伽兰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多得亚他阿弥尼多佛比阿弥尼多色丹佛比阿弥尼多比伽兰德阿弥尼多比伽兰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多得亚他阿弥尼多佛比阿弥尼多色丹波比阿弥尼多比伽兰德阿弥尼多比伽兰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首节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三观加倍此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唵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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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옹그르년성시띠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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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节黄财神金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三遍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观想洁净的盘子上面附着满满的米，米上的三支香，袅袅的烟，在须弥山的半山有一个月轮，月轮中有黄色种子字真字放黄光，月轮中真字旋转化为一尊做事的黄财神。黄财神的身是黄色，半家趺坐，头顶黄金的宝冠，宝冠上饰满宝石，脸圆，富态月微，身子披宝石脸，其右手持一宝，如柚子形，左手抱着一只兔宝鼠。在观想黄财神的右脚下垂的大拇指肿起渗痛，此时心中念三遍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召请虚空中之五佛子，观想虚空中五佛住于黄财神的上方，各放五道光，灌顶黄财神。此时念灌顶真言三遍：嗡吽真奢啊，嗡吽真奢啊，嗡吽真奢啊。由于五佛住虚空中，对黄财神的灌顶，黄财神右脚的大拇指的肿痛退去，黄财神面露笑容，于是兔宝鼠的口张开，吐在米盘上，米山变金山。此时可观想一切自己所需求之物从兔宝鼠的口中吐了出来，在观想黄财神住在自己的头顶繁穴，自身中脉心莲花开放，莲花上有一月轮，月轮中有种子字真字繁字放光，观想黄财神在头顶变成一粒米大的光珠，从繁穴进入自己的中脉，顺着中脉一直降到心轮，坐在心轮的莲花上面，黄财神在自己的心轮莲花上渐渐变大，变到同自己完全一样大，观想自己变成本尊一模一样，无二分别。持黄财神心咒108遍，先做持念珠观想。持咒：
嗡赞巴拉查楞查拉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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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巴拉查楞查拉耶娑哈，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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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巴拉查楞查拉耶
耶娑哈，唵增巴拉查楞查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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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娑哈。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tonin Soha, Om Hahaha Wei Samaye Soha, Om Zadi Zuri Zunti Soha, Om Zambal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om Beza Gurubema Siti Hom Se, Om Ahom Gurube Ahu Sasamaha Lien Sung Siti Hom,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o.南无三十六万应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应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应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此咒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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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oni Zuvendiye Soha 回向北方天王贤富足，一切财宝降无数，现前一切皆圆满，是为佛门护法住，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北方多闻天王黄财神，忽有圣尊佛体长寿永安康，五佛放光福奋增，正财偏财皆饱满，十方敬爱皆具足，常乐自在任意行，常住娑婆转法轮，利乐无量众生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敬礼真巴拉多闻天王黄财神，敬礼真巴拉多闻天王黄财神，敬礼真巴拉多闻天王黄财神。
祈请多闻天王皇财神加持一会大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祈请加持众等护佑众等福分增长，资粮具足，修法如意，光明直胜，请真巴拉再祈请五方如来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请真巴拉多闻天王皇财神消除瘟疫，消除病毒，消除恶业，消除恶因。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多闻天王皇财神真巴拉天罗神再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让瘟疫退散，病毒退散，恶因不生，恶缘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cc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ecca Sato Denu Badita Zez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ola Tom Mepawa Sarwa Siti Mepulayata Sawa Gama Sotame Zitamu Su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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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awan Sawa Tata Gata Becca Mami Menta Becc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cc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ecca Sato Denu Badita Zezo Mepawa So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ora Tom Mepawa Sarwa Siti Mepulayata Sawa Gama Sotame Zitamu Su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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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awan Sawa Tata Gata Becca Mami Menta Becca Bawa
马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提查这座美巴瓦苏多开耶美巴瓦苏波开耶美巴瓦安乐拉多美巴瓦萨尔瓦西迪美布拉雅查萨尔瓦伽玛苏查美吉达姆斯里仁格罗吽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示莲花九游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观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真巴拉，哦，同修的祖尊真巴拉，多闻天王黄财神，啊，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阿伊斯特勒，谁人的？奥拉米哥，给格罗姆丘，斯哥因，一起吧，吉莫吉，吉米，亚比，布林布林，空邦瓦。
那今天晚上我们是同修这个真巴拉黄财神，那没有错哦。半梦半醒之间，有时候会迷糊一点。我们是同修，不是附魔。那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我们八大本尊之一。唯一的这个财神，他也是财神的总持啊，财神的总持。那我们晓得这个黄财神呢，他就是多闻天王。那其实在佛教里面有四天王天，指的就是北方的多闻天王啊，也就是多闻天王、增长天王、持国天王、这个广目天王，这四天王啊，分别是四大洲，在四大洲，那是佛教的护法神，啊，属于护法神。那么在神界当中啊，可以讲他们是最富有的，四天王是最富有的。所以也等于是财神，也等于是财神。那么黄财神呢，他本身有个儿子，也就是财神的儿子，他也是财神，就是祁隆白财神啊。祁隆白财神是黄财神的儿子。那我们常常称为护世四天王。其实他们本身来讲起来，他等于是保护这个世间，保护这个娑婆世界的四大天王。我们看那个农民历啊，经常有这个四天王巡行日，也就是他们出行到这个天地之间出行的日子。那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传说。根据这个佛陀本身所说的，护世四天王甚至可以在这个征战之中能够取得胜算，所以跟他祈祷护世四天王他们可以帮助人啊，这个征战。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提过的这个是景德太子吧？圣德太子。哦，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啊，记得圣德太子嘛，啊。那上回，哦，这个搞混了，
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景德镇，我是圣德太子。那么日本的这个圣德太子曾经祈求四天王帮他，那么在这个征战当中取得胜利，好像有这一段的记载啊，有这一段的记载。那么在中国方面呢，好像四天王也帮助过一个国家打胜战，四天王也帮助过一个国家打胜战。这个所以四天王这个他的法力跟他的财富都不可以小视，所以称为佛教的护世四天王。那我们生活中以他为八大本尊之一，可以讲我们在修法当中啊，如果有四天王守护你，那当然他连战争都可以打胜，自然可以胜过所有的离魔魍魉。那我们讲个笑话吧。就是小明啊，接到诈骗集团的来电，这个人讲，我是股票的分析师，请问你身上有哪些股？小明回答，屁股。那诈骗集团没有办法骗，他就把电话挂了。所以有钱有时候会经常会被骗，没有钱他就骗不了。其实没有钱也有好处，诈骗集团不会找上你。这个公司聚餐，这老公这喝酒醉了，回到家，听说酒醉以后都会讲真话。这个老伯就问了，你以后有钱了你想干什么？老公回答，要娶五个老伯。老伯听了以后生气，为什么不学这个韦小宝娶七个回来？老公酒醉了就打回答，太累了，我需要呀周休二日。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啊，像我们现在上班一样啊，很多人上班都是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周休二日嘛。哎，美国也是周休二日嘛，啊，现在大部分都是周休二日，啊，只有卢师尊从星期一一直到礼拜天，
未曾有休息过。这个我的小孩啊也跟我讲，这个人从来没有 vocation， 这个人从来没有 vocation、不用约他，不用约他去 vocation、不用约他去爬山、去郊游、去海边、看日出啊，去哪里啊，去哪里旅游啊，或哪里都没有的。其实我不是工作狂， 我这个人也不是工作狂，但是我始终觉得人生苦短，人生已经很短了，不多做一点事情就来不及了，我是这样子想。每天写一篇文章，从礼拜一写到礼拜六，那礼拜天没有办法写。那礼拜天要到山庄去做父母，每天都有工作，问事情呢。从礼拜一问到礼拜六，没有停止过。你看这两三年来，大家看那个疫情啊，疫情时间啊，我住在西雅图。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去 Bellevue Square，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去 C 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去辉德玛玛雅。辉德玛雅曾经有关起来，他整修，他现在整修好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去 C 位，没有多少年没有去 Bellevue Square， 连超级市场都没有去过。每天呢、就只是在生活蜜宴，不然就是回家。多少年来我没有开车过高速公路，我虽然住在西雅图是大都市，我们住在 Bellevue、在 Raymond Bellevue， 我死丫头，这死丫头我连看都没有看过，真的就是这样子过日子。我这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觉得我在写文章里面呢，找到了这个一点的这个写了一篇好文章，我就非常高兴了。画了一幅好的画，就非常高兴了。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总是觉得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呢？
哪有时间去逛啊，去爬山啊，去看海，去看星星，看月亮。那么每天就是写书、画画、问事这三个重点，其他就没有了。人家也许说 你实在很可怜，我真的每天我车子一开就是到庙，从庙的车子一开就是回家。讲到哪里去了？哦，刚刚是因为周休二日，所以才会讲这么多。我是没有休假的，没有休假的。结婚以后呢，发觉老婆越来越体贴，偶尔会帮我挤牙膏，但是日子不太固定。于是我决定问他：“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帮我挤牙膏呢？”老婆回答：“有时候挤多了，掉在洗脸盆里面。”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阿弥陀佛，我们进入这个你问我答。马来西亚莲花阿顿问的：尊贵的师尊你好，嗡阿吽佛安，请示关于修法的问题。弟子常修曼达拉盘供养及烟供法，除了一般的供品之外，请示师尊，供品是否可观想加阿弥陀佛传授给师尊的七珍八宝皈依术的供养想念法，来变化供养给四圣六凡十法界及冤亲债主、缠身灵、鬼神众，可以吗？他说：“除了曼达拉盘的供养及烟供以外，可以不可以这个加上七珍八宝皈依术的供养想念法？”来变化供养给四圣六凡十方法界及冤亲债主缠身灵鬼神众啊，大家认为如何？请你们提出意见。没有一个人提意见，没有人有意见就是通过。不是通过吗？对不对？大家都没有意见嘛，表示可以啊。如果有意见的话，说他会讲出他的意见。
所以可以啊，你要做你就做，何必问，对不对？因为这个也是供养华嘛，那你想多加一点，那你就多加一点，可以的，可以变化的。这是回答马来西亚莲花阿顿啊问的问题啊。今天的你问我答太简单了，一下就解决掉了。老伯瘦了20公斤以后呢，他大哭啊。老公很好奇，问：“你为什么哭呢？你瘦下来多好看啊。”老伯哭得更伤心。他讲：“早知道我瘦下来这么好看，我就不嫁给你。”好，那我们讲啊，今天我们讲《金刚经》啊，哈，法身非相分第26，法身非相分什么意思呢？就是清净的法身是完全无相的。不是用相来表示的，清净法身是没有相的，是没有相的。清净的法身，它是没有相的。这标题是这样子啊。那内文是什么呢？须菩提，一意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可以32相观如来不？可以不可以用32相？如果有了32相，就是如来吗？须菩提回答：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他没有回答，须菩提没有回答。如是如是，就是啊，就是啊，用32相观如来啊，32相就是好像是如来啊，如来是有32相没有错，如来是有32相没有错，但是佛陀对他讲：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如果以32相就是如来的话，转轮圣王即是如来。因为转轮圣王就是如来，因为转轮圣王也有32相。大家都这个问题呢，在转轮圣王上面。大家知道32相嘛？哈，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显化他的身相的时候，他有32相，有80随行好，那
这个有三十二相就是如来吗？那菩提，那个悉菩提，他不敢讲，他就只是，也没有说对，也没有说错，但是佛陀就回答他，如果用三十二相来看如来，那么转轮圣王也是如来。那什么是转轮圣王啊？这个佛，你们看看手机里面打一下转轮圣王，谁是转轮圣王？我看手机是怎么回答的。什么是转轮圣王？因为佛教界为这个问题啊，教界为这个问题，这个也有争论。你们看转轮圣王，那个这个佛教的日典，转轮圣王他写的是谁？是什么？佛教这位这个问题也是很争论，什么是转轮圣王？麦克风，报告师尊，这个词典上面呢，佛学的词典上面是这样讲的，他说转轮圣王呢，意义来讲是转轮王、转轮圣地、轮王、飞行转轮地、飞行皇帝，亦即旋转轮宝之王。那么呢，转轮圣王出现之说，盛行于世尊时代。那下面很长，基本上是这样，太长了。那个大师，顶礼师尊，报告师尊。我们假如看阿含经的话，阿含经里面常常提到转轮圣王，印度有十六国，那么历朝历代啊会有王出现，假如是用圣道来治理的一个王，他出现的时候会飞来转轮，会有七宝给他，轮宝、相宝、车宝，还有有钱的宝，还有女是侍女宝、美女的宝，总共有七宝会给他。但是假如他的治理不够贤圣的时候，不是用正道来治理，而是像现在有个人去打另外一个小，像这样来治理的话呢，他的七宝就会不见了，他的转轮就不见了，那这个叫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通常也具有三十二相，但是他没有如，他没有真如，他没有佛性的这个真如，他不具备这个，他没有办法去传真正的佛法，所以他不是如来。如来就是有真如，没来没有去，所以我们叫他如来。转轮圣王只是一个转轮圣王而已，这是人间的一个王。谢谢师尊。好，好，好，谢谢。这个佛教的词典是这样子讲，当然好像是属于人间的王，对不对？大家都认为是人间的王。那印度本身来讲，他讲转轮圣王就是人间的王，啊，就是娑婆世界的王。那有的人，很多的佛弟子提出疑问，
那现在有没有转轮圣王？应该没有，按照佛教的词典所讲的，现在哪里有转轮圣王？也没有飞轮出现，也没有七宝啊、哦，当然那个都是属于无形的，这飞轮啊或者七宝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无形的。那到底既然现在的人王，我们看现在的人王好了，你说现在世界上的大最大的国，它能够好像影响全世界的，你看那个拜登，他也能够蛮有影响力的，对不对？美国总统拜登，他哪里有三十二项？他连一项都没有，就是人相，哪有什么相？你说哪一国的哪一个大国的总统有三十二相的？根本按照释迦牟尼佛讲的三十二相来讲，连一相都没有。现在哪里有转轮圣王？所以这个佛教界就为这个事情啊，彼此这个样子批判，一直在批判什么是转轮圣王。就刚刚哦，这个大师所讲的，跟莲传上师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所讲的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所以你说现在什么叫转轮圣王？我们在娑婆世界就看不到了。你说圣王出现，我们以中国来讲好了，或者 慢点讲中国，我们讲印度好了，我们讲印度好了。叫阿育王、哦、阿育王他转佛教的法轮最有名的、啊、这个孔雀王朝、哦、在教佛教他转佛教的法轮，大家知不知道阿育王的长相长得怎么样？阿育王有没有三十二相？说很多为这个转轮圣王，大家在讲。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我个人认为，他是说所谓转轮圣王也是无形的，也是无形的。佛陀讲的转轮圣王也是无形的，天底下有人这个耳朵长到跟肩膀一样的大吗？就啊，长，耳朵非常的长，有耳珠那下垂到肩膀，这是三十二相之一耶。当然你这样弄起来就可以可以了，耳朵垂肩呢、啊、已经很长了，我已经拉多久了才拉这么长？拉了半天了才拉这么长啊，师尊总算 有一点耳朵了吧。以前我的耳朵很小，人家叫我老鼠，就是因为我的耳朵很小，我小时候外号叫老鼠，尿鸡啊，
老鼠、鸟鸡啊，我的外号叫鸟鸡啊，就是老鼠。老鼠的耳朵很小很小，没有，我现在已经拉得很比较长一点。啊、哦，这个耳朵要这样子，舌头是广长舌象。我讲过了，舌头伸出来，可以把脸盖住。有这种像吗？哪里找？所以《阿弥陀经》里面 有讲到身广长舌相，偏覆三千大千世界，把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盖起来，那叫广长舌相。不只是盖住自己的脸哦，可以盖住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那个才是三十二相。现在哪有这种人，舌头伸出来可以盖住自己的脸。所以真的，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手背啊过膝盖的站着，手背伸长到长过膝盖的，有没有？那也是三十二相之一耶。手背过膝，超过你的膝盖，你站着。你如果现在手背过膝啊，我这个包包就给你。马上就送给你，哪里有啊？连我都没有。所以佛陀讲这个，我认为是无形的，你知道吗？十殿阎王、十殿阎罗王。第一殿城广王，第五殿阎罗王，第十殿叫什么？就是转轮王。阎罗王第十殿就是转轮王，对不对？阎罗王有没有这个像？你们看过阎罗王没有？啊，有十殿阎王哦，十殿哦，十殿阎罗王哦。啊，第一殿是广秦广王，第五殿才是阎罗王，我们统称阎罗王，其实是第五殿的阎罗王。第十殿就是转轮王。啊，我个人认为从来没有人看过转轮王，转轮圣王从来没有人看过，从来也没有人看了这十殿阎王以后又回到娑婆世界讲说阎罗王长得怎么样。他们有人去过阴间，啊，去了十殿阎王那里，然后再回来，有，但是他也没有讲过他们长得怎么样，都是凭想象，凭那个想象。我个人认为啊，这三十二相。啊，八十随行好，有点像这个无形的。目前来讲，转轮圣王是无形的，在天转轮的
中言天官，是上言天官，上言天官，在天上转轮的上言天官，在娑婆世界转轮的，就是中言地官，中言地官，在水中转轮的下言水官，这个在道家的经典里面有三言，三言三品，三官大帝，就是天官、地官跟水官，掌管天的转轮的是天官，掌管这个地的转轮的是地官，掌管水中转轮的是水官大帝。在中国来讲，我们称为尧、舜、禹是三官大帝，天官是尧，地官是舜，水官是大禹，大禹治水啊。三言三品三官大帝，其实现在尧、舜、禹也没有人看过，你们看过没有？也没有看过。三言三品三官大帝你们也没有看过，十殿阎王也没有看过，他们都是无形的。所以真的，另外有几个你们没有看过的，如果再以信仰来讲，在水中掌管水的，哦，我们讲守护神好了，守护神，我们台湾很多从福建过来的早期的移民到台湾来的，有泉州，泉州的神是广泽。台湾人有没有广泽尊王？广泽尊王是泉州的守护神，对不对？漳州的守护神是开漳圣王，这是守护神。另外还有一个客家人的守护神是什么？三山国王。你们看过他们的，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是无形的。但是你看过他们雕出来的像吗？每一个都是像佛一样的三十二像。所以这个转轮圣王是，我个人这样子认为。它是无形的，它是无形的。我们这里有一尊这个天上圣母啊，它的像怎么样？对啊。你看他的相貌，耳朵呢？很长哦，耳朵很长哦。其实天上圣母是，真的是，他也是属于水神，像观世音菩萨的雕像，他也具备了三十二相。地藏王菩萨掌管地狱的，他也具备了三十二相。地藏王菩萨
你说他的画像，观世音菩萨的画像，也是那个另外，所以他转慈悲的法轮是观世音菩萨，转地狱的法轮是地藏王菩萨，就转天上的法轮是玉皇大帝，啊，道立天，转天上的法轮。啊，另外就是玉皇大帝转天上的法轮，他也具备了三十二相。我认为啊，所谓这些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在佛教里面讲的转天上的法轮，转水的法轮，转这个地狱的法轮，转慈悲的法轮，转智慧的法轮，这些都具备了三十二相。但是它不一定是佛，但佛一定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佛讲的这一段呢，所谓什么是转轮王、转轮圣王，你们就是要注意了，这个娑婆世界根本就找不到这样子的转轮圣王。所以在无形界有，所以曾经为这个转轮圣王呢这个事情，在教界当中曾经这样子的互相的这样子讲过啊。有互相的争论，我记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还是无形的，还是无形的。那么悉菩提又白佛言：“师尊啊，如我解佛所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没有错。”这时候悉菩提才明白，不可以用三十二相来看如来的，因为如来啊是没有相的，也就是说清净的法身是根本无相的啊，三十二相已经是无相的了，何况是有了这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本来就是无相的，所以清净法身更是无相的，这个可以这样子讲啊。这时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讲了一个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能见如来。这个偈子如何去解呢？色就是三十二相，如果以相以为相就是如来，如果以为相就是如来，还有以为声音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如来，这个人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以音声求我。我认为这一句话应该是这样子讲的：你去追求有相的如来，是不能见如来的。追求有相的如来是求不到的。那么你用声音去求这个如来也是求不到的。为什么求不到呢？清净心，清净的佛性，清净的法身并不是有相的，清净的法身不是你能够用声音去求来的。
清净的法身，你不能用声音去求来的。你如果用声音去求，或者你看到那个像，以为就是如来，这个人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当初的时候读《金刚经》的时候还不懂这些东西，我以为说以音声求我，这不好，不对。那么念佛，我们常常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是用声音。我是用声音，难道用声音不对吗？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对吗？对呀，我们常常见面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见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我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不是用声音吗？怎么世人行邪道？我当初我就怀疑呀，怀疑这一点，啊，念佛就是我念佛，或者是我求佛。啊，跟佛求就是行邪道，太不对了吧？那怎么样才对呢？不是这样子解释的。他这里是想清净心，清净的法身不是有相的，清净的法身也不是求得来的。你如果用去求清净的法身，去用求的，那是求不来的，那是也不是修来的，是你把自己清净了，它自然显现的。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这句话，这句话真的是若以色见我，也就是表示说清净的法身你无相，不能用这个三十二相来看，也不能用八十随行好来看。清净的法身也不是你用声音去求就可以求得到的，是必须要你用清净的法来清净你自己，清净到最后你的佛性显现了，不是用求的。这第二句，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这个人是行邪道，不能够看到如来，不能够看到清净的法身，你自己不能变成清净的法身。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按照这声音来讲，我以前就说我们常常念佛，那佛在《金刚经》又讲说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那我们每天念佛不是行邪道吗？不是，我们念佛是口清净，念咒是口清净，那是用声音没有错，你不用声音也可以，在心里念也可以，但是你出声念，然后印到心里面来。你念佛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讲脏话，不会讲八卦，不会讲脏话，因为八卦山在脏话。对不对？你不会讲八卦，你在念佛的时候不会讲八卦，你念咒的时候也不会讲八卦，也不会讲脏话。
那就不妄语。那不妄语的话，你自己口就清净，还有意念的清净，还有身体的清净，这就是清净法嘛。你清净到最后呢，你终于得到清净法身了，而不是用你念佛的声音，不是用你去求来的清净法身，不是用声音去求来的清净法身，而是用你的身口意清净的，到了十二分、十三分、十六分的清净的时候，你就是如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一段哦，这个非法身非相分，我是这样子解释的。所以转轮圣王，我认为说也是无形的，也是无形的。像十殿阎王都是很庄严的，十殿阎王都是很庄严的。像地藏王菩萨也很庄严啊，像观世音菩萨也是很庄严啊，他也是三十二相，地藏王菩萨也是三十二相，文殊师利菩萨也是三十二相，很多的菩萨都是三十二相，但是菩萨就不一定是佛啊。三十二相，这个佛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菩萨也有三十二相，但菩萨不一定是佛啊，不一定每一尊都是佛啊。所以你看那个啊，转天上界的啊，玉皇大帝、天帝啊，道立天，他也有三十二相。啊，转地界的啊，转地界的，像天官、地官、水官啊，都有三十二相。像十殿阎王也有三十二相，但是他们不是佛。啊，这个是我解释的啊。介绍自己的时候一定要讲自己长得很丑，如果你是美女帅哥，大家都会觉得你很谦虚，如果你真的很丑，至少还能发现你另一个优点，那个优点就是说，那你真的是很诚实，这个也是身相，这个也是身相。有人长得很美，有的长得很丑，但是你不能讲说这个长得很美的他就是好人，长得很丑的就是坏人。对不对？但是长得很美的帅哥美女，至少他的前世啊，都有他的因缘。你长得丑，你前世也有他的因缘，有他的因缘在。但是有的长得丑的，心地也很好。不过很奇怪哦，我喜欢看台湾的布袋戏，布袋戏你知道吗？以前流行布袋戏啊，那个
海边冷气长得很稠，但是海边冷气的心地很好。海边冷气的心地很好，它长得很稠了，两个牙齿凸出来。海边冷气，海边。另外那个啊，壁雕长得很稠啊，长得很稠，而且是驼背啊，心地很好。怪孬柱也长得很稠啊，但是他也是好人啊，哈，怪孬柱也是好人啊。布袋戏很喜欢演这个雕的好看的，雕的好看的。哦，云分酒带乳雕，苏衍文，他是长得很好看，那当然是男主角了，当然就是男主角，这个。相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不过我们常常想，相由心生。啊，人的面孔是由你的心，你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相由心生，所以你年纪大的人呢，老了大部分都很愁，因为年纪越大，他就是长得。这个皱纹啊，怎么样子的，越来越愁，愁的真的是很吓人。那个你的愁啊，而且又留长头发，这样子，长发，这个半夜啊出来吓人。啊，你看到他很长的头发，突然间往后面看你。你就被吓个半死了。但年纪大了，留长头发不好看，你就应该把头发剪短一点。对。不过我们讲，你如果有修行，那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就显得越慈祥。年纪大的，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是很慈祥的，这个都是有修行的。如果越老越凶的，那一定是凡夫了。越老越凶的，凶什么凶嘛？大家一律平等，都是有佛性的，你凶什么凶呢？你看壁雕，都是虽然驼背，但是他不凶啊。你看我们的这个雷藏寺的，所以要慈祥一点，非常重要。要慈祥一点，不能凶，讲话要很客气。啊，看到人来了，欢迎光临；看到人走了，不送不送。啊。那这个人来了要走了，你要谢谢，都要称谢的，要很有礼貌的。越凶就越愁，不要太凶。我们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毛病，就是大家都很凶。彩虹雷藏寺的会不会凶啊？告诉你，凶都是没有修行的。有一个醉汉在西门町拦来一部计程车，醉汉讲。我要到西门町，上了车他就讲说我要到西门町。司机想，这里就是西门町呢。于是讲说，先生，
西门町到了，醉汉看来看了、啊、看，哎，果然是西门町，他付了500块钱，然后下车就讲，下次开车不要开那么快。啊 ，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4月10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准提佛母护摩法会，讲授《金刚经》，赐授准提佛母法灌顶。彩虹雷藏寺周日开放时间是下午1点，进入室内者请配合全程戴口罩，请不要摄影及拍照。欢迎大家参加法会，同真法喜，共沐佛光。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参加，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还有温馨的提醒大家，明天彩虹雷藏寺那边可能会下雪，请大家要穿温暖一点的衣服，开车也要小心。现在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Thank you.
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师尊的大加持，谢谢大家。网络直播到此结束。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log. Thank you for viewing. 现在我们恭请师尊加持大家。